真茶味，认真有味道。维他无糖茶带你进入正片内容。满福电池30年销量领先，升级聚能环四代，提醒您正片即将开始。舒逸回来了。听说你一回来就做了个采访，真是情场失意，职场得意啊。雨玲，来我办公室一下。好的，主编。你昨天一下飞机就去做采访了？嗯，踩了观象城。哦。什么？关什么？没错，就是你想的那个。观象城啊，主编，你说什么？这个月头版不给我了，为什么？雨林，我和总编知道你一直很努力，本来我们确定是要把头版给你的，但是后来……主编，你知不知道我为了这次采访任务付出了多少？我疏通了多少人脉关系？我连着磨了多少个星期才让三位副行长同意做一次联合采访？你怎么可以出尔反尔呢？你知不知道，郑书意今天早上已经交了观象城的采访初稿，你要是总编，你怎么安排？观象城是什么人？给他的人物采访，如果不是重点版面，业内怕是会觉得我们杂志社的脑子被驴踢了。主编，观象城退居二线，他都多少年不接受媒体采访了，我严重质疑这篇采访的真实性。我核实过，是面采。郑书意可真行啊！他到底用了什么办法去蛊惑关向城？就为了一个头版，他现在连人格都不要了吗？行了，你不要再说这种没有事实根据的话了。关向城是什么样的人，我还是有所了解的。他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郑书意跟你同事这么多年，他也绝对做不出这样的事儿。没别的事儿，你先出去工作吧。好的，主编。郑书意，你故意的吧？什么？你是不是下了血本去搞定观象城？我确实一直想要采访观象城，但我没下什么血本，是他约的我。大概是我最近运气好吧。运气好？观象城都多少年没有出现在媒体面前了，你告诉我这是运气好？是啊，不然你以为是什么？谁不知道你正大记者美貌动人，恐怕是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极致了。怪不得最近总穿得漂漂亮亮的，却总见不到人呢。徐雨玲，大家都是同事，你说话不要那么难听啊。怎么，敢做不敢认吗？我要是靠美色行工作之便，你以为你还能好好的站在我面前跟我说这种话？工作都做完了，在这儿开茶话会。郑书意，到我办公室。再漂亮，我还是被人甩。想清楚了，确定要把云串的专题放在电子刊上？想好了，我也跟实验说过了，他也同意。他也同意？是的。我拿到了实验的授权，他同意只在电子刊上放这个专题。行吧，我也跟总编打过招呼了，那就先做个专题，做得好就继续做，做不好呢就再放一放。
知道了。对了，舒怡，你还要兼顾主刊的稿子，确定时间上排得开？没问题，关向成的稿子这两天就修改完。你说你呀，一口饭都不留给别人。年轻人正在长身体，吃的总是要比别人多一些的。谢谢。突然发这个过去，他能懂吗？如果不懂，再来问我好了。问我，我就再给他讲一遍，再感谢他一遍。时候有幸请石总吃个饭表示感谢啊。妈妈，你今天可要多吃点，这是外公知道你回来特意亲自下厨做的。我一看就知道全是我爱吃的。爸辛苦了。你多吃点。来，爸您多吃点啊。小月，最近工作怎么样？适应了吗？还好，就是有点累，每天都有很多事儿。那你跟同事相处怎么样？哦，对了，今天发生了一件事儿，我 leader 郑书意，妈妈你知道的，上次他还约我去看演唱会呢。对呀，我记得他。他昨天去采访关叔叔了，主编高兴死了，立刻就把这个月的头版给了他。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联系上关叔叔的，他说是运气好。书意不知江城远，石家小宴嫉妒雪。加个水，慢慢吃，姐。啊。结果那个徐雨林不乐意了，跑来吵架。大庭广众之下说舒怡姐是靠美色才得到这次机会的，你说可笑不可笑？那确实不应该这么说。但是呢，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这都不算什么，你猜舒怡姐说什么？她怎么说啊？她说，我要是靠美色行工作之便，你以为你还会好好的站在我面前说这种话？真是笑死我了！她也不看看舒怡姐每天有多少人追，犯得着这样吗？我才工作多久呀？就看到好多次不同的男的来向舒怡姐献殷勤。真的？还有今天下午我陪舒怡姐到杂志社楼下的甜品店买下午茶，店里有个高高帅帅的小哥哥非要请舒怡姐喝咖啡。秦时月说过没有？说过了。妈，我又哪里惹到小舅舅了吗？什么时候有幸请石总吃个饭表示感谢啊？周末吧。你想吃什么？吃什么不重要。那什么重要？过去点儿，离这么远干什么？梁阿姨，玉莹，你可不知道，
意义今天为了见你啊，早早的就开始捯饬了。我那是为了见玉游吗？你这孩子从小不仅听话还聪明，现在更是不得了了，当上了大学教授不说，这人啊长得更帅气了，是不是很多女孩子追你？阿姨您过誉了。喝茶，吃完饭应该还来得及。这茶的温度刚刚好。你真是细心，现在要找这么细心的男孩子真不容易，是吧依依？石家小燕也很细心的。这玉游的工作能力也是很强的，这我在网上都是看见的呀，是吗依依？是是是，玉教授年轻有为，前途无量。最近有部电影上映了，我看评论反馈都不错，今晚一起看吗？同意。哎呦，这点的菜啊，都是阿姨和依依爱吃的。阿姨，您先动筷。哎，吃饭了。工作上的事儿吧，你说这都周末了还这么忙，你们真是辛苦。抱歉阿姨，是一个朋友发过来的。啊，没事没事，你忙你的。不好意思，今晚没有时间再陪长辈。王女士，你可真的是亲妈，你都不知道我为了你放弃了什么，是和石燕单独吃饭的机会啊。这么俗套的理由拒绝我，这也太敷衍了。他真的觉得我会信吗？好吧，等你有空了我再约你。可是我都已经买好票了呀。舒逸姐，舒逸姐，今晚一起看电影吗？我票都买好了，被人放鸽子了。我又没做什么，怎么会有种红杏出墙被查岗的感觉？救命！等等，我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对不起石燕？吃饭的时候玩手机不礼貌。我同事的信息。女孩子家做什么事情都要讲规矩的，这样才讨人喜欢嘛。不好意思啊，小月，今天不行，我妈来了，我再陪我妈，下次再请你看电影好吗？哼，偌大的江城，今晚难道只有我秦时月一个闲人吗？妈妈，吃饱了吗？可以回家了不？我都吃撑了，你们两个人陪我这老人家出去溜溜弯，消消食。玉游，你有空的吧？有的，阿姨。不好意思啊，石总，我妈突然来了，我要陪她，只能下次再不请你吃饭了。妈，你不会还想看电影吧？我是不想看，不过你们可以看呀。电影票我已经买好了，拿着，
放心，阿姨已经在网上查过了，这个电影呢评论还是很好的，很适合年轻男女看。你们都陪了阿姨一晚上了，该有自己的时间了，是吧？哎呀，都这个点了，这么晚看电影不太好吧？你不是一直跟我说年轻人不要熬夜吗？这时间是不早了，妈该回去了。不过这个点呢，你们肯定睡不着的，是吧？行了，赶紧进去吧，赶紧去看吧，啊！阿姨，我先去买水啊。啊。你什么时候买的票啊？我觉得你这安排挺好的，要不你俩去。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这个是爱情片，适合年轻人看。行了，赶紧进去吧啊！进晚了会影响别人的，快去吧。毅毅，记得回来告诉妈，这最后的彩蛋是什么啊？嗯。来自母亲的恩赐。在跟你妈看电影。是啊，好看吗？不如跟你看好看。嗯。嗯，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妈还蛮新潮的，居然看这种电影。嗯。电影还挺刺激的，女主穿着和男主初见的红裙子，偷偷潜进了男主家，带走了男主的骨灰。男主的家人发现了，追出来了，现在开始追逐戏。秦时月，怎么会这么巧？这如果被看到了，就解释不清了。那个月友，我看到熟人了，所以你懂的，我先撤了。那个，到时候我忙不起来，你就说你在忙，谢谢。好。易教授，晚上好啊。跟我说陪长辈，其实是来看电影的。嗯，在找什么呢？我在找跟你一起来看电影的人呢。没有人。你一个人来的？那你为什么不找我陪你一起呢？你一个人多无聊啊。哎，不过咱们看的是同一场电影，四舍五入，咱们就是一起看电影了，对不对？嗯。你开车了吗？开了。我没开车。你看，都这么晚了，我一个人回去不安全，能不能麻烦你送我回家呀？你平时喜欢看什么类型的电影啊？飞越疯狂的那种。这么巧，我也喜欢看。嗯。那个男主是个精神病人，
因为精神异常就被送去了精神病院。他女朋友因为太思念他，也进了精神病院。他向往自由，想尽了各种方式逃跑。最后在大家的帮助下，他带着所有人一起逃出了精神病院，重获了新生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你有女朋友了吗？你怎么知道是女朋友的？啊！很奇怪啊！哎，李小姐，关先生也来了，就坐在那边。你要坐过去吗？关静，好巧啊！要不要来我们这桌喝一杯？不要。我才不信你不要呢！来嘛，喝完。我都说了不要了。我女朋友就坐那边，我待在你这儿的话，她会生气。你好坏哦！怎么开这种玩笑？你什么时候交的女朋友啊？喏，你看到她生气了？还真是啊。她管我管得严着呢。来了怎么不打声招呼就走啊？这不就是我们的相处方式吗？哎，这么晚了，送你回去吧。住得远，我没让他送。我马上到了，先不跟你说了，挂了。以爱为营，由特仑苏冠名播出，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。实验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你说，你没让谁送你？没谁啊，朋友而已。哪种朋友？你看，今天的月亮好圆，亮啊！你快看啊！郑书意，郑书意，郑书意，
你脑子里都在想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晚上风冷，你的帽子。谢谢。石总是路过，还是特地来找我的？现在快12点了，我家住博港云湾，我要如何才能路过你这儿？电影好看吗？不好看，看到现在。云创的专题是准备的万无一失了吗？昨天在我这儿拿到授权，今天就玩到半夜才回家。石总今晚不会是为了催我的专题稿而来吧？啊，你放心，云创的专题我悉心准备了很久，保证不会出现纰漏。现在是下班时间，我想看什么电影就看什么电影，我想玩到几点就玩到几点。我是一个有自主行为能力的成年人，石总大半夜不睡觉，也不必特意跑到我家楼下来督导我的工作。你看什么？到底和谁去看电影？我妈。那你妈呢？我妈。哎，我妈在这儿呢。依依呀，你怎么还没到啊？我这就上来了，马上。我妈找我了，我先回去了。收拾我们吧。哎，关向成哎。对啊，他可是我们财经界一届偶像啊。哇，这个记者也太厉害了吧！江湖了吗？竟然能采访到关向成。感谢感谢，对对对，谢谢您这么多年来一直的支持，王总。哎呦，谢谢谢谢，舒怡的确很优秀。喂，李总。哎呦，好久不见。好的，姐夫，我让陈胜联系一下。进来一下。石总，秦总想跟郑记者约一期采访，帮忙联系一下。好的。哎，先不要说是秦总，就说是我的朋友，看看他的时间是否安排得开。明白。嗯。石总的朋友。所以是石总让你来找我的？是，石总的朋友委托了石总，石总委托了我。可是我之后的采访计划都安排满了。哎，这样吧，我有个同事人物稿写得很不错，要不我把他的联系方式推给你，请你向石总的朋友推荐一下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没问题，那就谢谢郑记者了。不客气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就是借了关向成的东风吗？谁踩关向成，谁不视野起飞啊？哎，说的对呀，但是你有本事踩到关向成吗？
看他还能得意多久。进。主编，你找我？嗯，你把水递给我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给我递水吗？嗯，这一早上全是找你的电话。找我的？对，找你约稿的。你有什么打算？嗯，今时不同往日了，简单的说，你红了。哦，我前两天坐的车不是出了个小车祸吗？是新能源汽车，用的是湛蓝的电池。这个湛蓝最近在搞新一轮融资，所以我想……郑书意，你不会不知道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契机吧？现在这么多人点名要你，你只要多写两篇稿子，就有可能坐到我旁边的办公室。那是不是我坐到你旁边的办公室就可以做独立电子刊？你呀，对牛弹琴。那你说现在这些稿件怎么办？哎呀，放心吧，易姐，我来安排。谢谢易姐。奶奶，嗯，云创有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，想约一篇人物稿。你感兴趣吗？你点头，我就把你微信推给他。感觉还不错啊，但是他们应该找的是你吧？这个采访对象是做短视频的，这方面你比我有研究。我最近在搞另外一个选题，真的没时间。嗯，那好吧。哎，你是怎么想的呀？把这么重要的客户推荐给我，这天上掉下来的业绩，你不接一下？那最近调这么多，我也不可能都接住啊。我跟易姐说了，把我的约稿都分给大家。那么多全分出去啊？那关向晨的约稿都做完了，你不选择那么一个两个重要的留给自己啊？我如果有方向可以再去联系，那些人又不会跑。哎呀，郑书意，你知不知道你离那个办公室就差那么0.01厘米了？你怎么跟易姐说一样的话？我们才是正常人的思维，好吧？群我给你拉好了，记得好好干。谢谢。这些约稿大家看一下，有感兴趣的可以跟我说。谢谢书意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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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他，都还没有当上副主编呢。就已经开始给大家布置起工作来。谢谢郑记者，太感谢了。石总，秦总的采访已经安排好了。嗯，郑记者最近确实是比较忙，但是他给我推荐了另外一位记者，还给我拉了群。你跟他电话沟通，他还给你拉了个微信群。啊。准备一下，开会。云创已经通过了湛蓝的第一轮融资筛选。石岩，这次干得不错。嗯。石总啊，竞争这么激烈，我们如果想拿下，一定要早做准备啊。嗯。我们如果跟其他的投资公司一起合作拿下湛蓝，也不失为一个办法。投资就是为了赚钱，没有没赚就先分的道理吧。几家入围的公司都势在必得，现在去争取跟别的公司合作也未必容易。各位的想法与担忧我都已经了解，关于湛蓝，现在只是在是否要投的阶段，这样大额的投资不能急功近利，所以在新一轮评估结果出来之前，我不赞成有任何新的动作。
好了，各位，我们今天先到这儿，下课。玉教授，我们一起吃午饭吧。不好意思啊，一会儿我还有课。那你下课之后呢？我可以等你。玉老师，哎，我请。还没吃饭吧？今天下午的课还挺多的。你有女朋友了吗？你怎么知道是女朋友的？不会，真是我想的那样吧？小月回来啦。嗯。这稿件结构设计的不错，思路也很清晰。贝尔，最近进步很大啊，继续努力。我会的，云玲姐。秦时月，去哪儿了？怎么现在才回来？不好意思啊，云玲姐，我去财大听课了，回来晚了。我让你跟贝尔共同完成稿件，你什么都让他一个人做了。你都做什么了？你看看这篇稿子写的，措辞跟行文像业余的。真不知道郑书意怎么教的你啊。我回来晚了是我的问题，但你说我就说我带书意姐干什么？喜欢逞英雄啊？行，不说郑书意，就说你。这篇稿件你都写什么了？雨林姐，专家是小月找的，框架也是她搭的，她是给了我框架才出去的。我说话你能不能别插嘴？我作为前辈不能教教她吗？既然这么有能耐，行，那那就多去找几个业界大拿，让他们输出观点，来给你们这些新人正正稿。既然大拿的观点是看点，那这结构就得重新搭了。贝尔，这次你来搭，省得让大家说我分工不均。哦，行，我知道了，加油。小月，都怪我，是我没填好内容。不怪你，不是你的问题，不要往身上揽啊。辛苦了，小月。南姐，嗯，舒逸姐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她这两天出外勤，应该挺忙的。我给她发微信，她过好几个小时才回我呢。算了，我还是别找她了，别给她添麻烦了。那你工作别太晚了啊，我先走了，加油。嗯。我说话你能不能别插嘴？我作为前辈不能教教她吗？小舅舅，我要辞职，我不干了。怎么了？小舅舅，你根本不知道我生活在怎样一片水深火热之中，我居然在加班。我现在就是无根的野草，任人欺凌。我身为石家人的骄傲，已经快荡然无存了。小舅舅，你知道没吃饭的时候打字，每个字都在飞吗？我的胃已经开始不舒服。我只吃了一点小饼干，估计坚持不了多久了。你们都在加班吗？就我一个人在加班，我 leader 今天没来杂志社，他都没时间管我。没加班，没去杂志社，又跑去哪儿？玉教授应该上完课了，我今天加班，要不要一起吃个宵夜呀？
知道是女朋友？原来是我想多了。不行，我要深入敌营，搞清楚到底有多少对手。不知道他走了没有呢？李教授，拜拜！李教授，拜拜！李教授，拜拜！走了，回接着打，没水去。李教授，秦小姐，你渴了吧？来，喝水。啊，不用了，我有。哦，你打完球了吧？我们一起去吃晚饭吧。我有问题要问你。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课堂上问我。不是不是，应该算是感情问题。秦小姐，我想你可能还不太了解我，我已经30岁。所以呢？所以我可能不太适合解答你的感情问题。哪里不适合？你难道不喜欢女生？我和贝克先走了，回去的时候注意安全。可是你还没解答我的问题呢，适不适合不是得了解和相处之后才知道吗？